今天我们要去旅行哦。我和你们说一下今天的行程计划吧。我们曼谷行程计划是，首先我们去黎明寺住泰庄拍美照，然后呢再去找好吃的吃，最后我们去曼谷湄南河看看美丽的风景。你还在听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关于出行，我相信使用 Grab 更方便、好用，对游客友好，可以翻译与司机交流的语言，支付渠道支持现金、信用卡，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支付宝支付。